苗乡新道边的二阶堂最近重新打造为大鸟厨房，这也成为婚嫁地区的顶级美食餐酒馆。大鸟厨房就提供非常在地的美食料理，加上餐厅的环境和氛围，让消费者有置身的国外的感觉。同时更提供顶级的牛排料理和低温保存的红酒，让消费者有上顶级的餐酒享宴。位于民雄乡的大鸟厨房是有着上百平的空间，将现场装潢了是相当的华丽，但是又搁平易近人。大鸟厨房是一间美式的餐酒馆，现场就提供了非常道地的美式料理，更加有着比面啊搁啊大的顶级牛排以及上好的红酒。那我们是启坤科技，那我们是在做高尔夫球杆身，那 KBS 是我们的自有品牌，我们延伸出来的餐饮事业处。那我们有打猫厨房、打猫酒厂跟打猫咖啡。那主要我们做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些罐装啤酒，从我们南澳洲BBB 我们这边进口的精酿啤酒来做贩售跟通路全球的独家代理。那现在其中我手上拿的这一支第十九洞，因为我们是高尔夫球事业嘛，对，那第十八洞之后呢，就可以来喝一杯第十九洞美酒，再配上美食。那我们的美食呢，都是以美式餐厅、美式餐点、经典的美式为主。那其中大家看到的餐点中间这一道牛排是烤牛肉，它是16盎司的烤牛肉。那它主要的做法呢，它是经过炉烤，然后长时间的低温烘煮，那用我们 Prime 等级的顶级牛，然后来做这样子的制成。启坤科技在2021年结合原有的酒品销售品牌大鸟酒厂、大鸟精选，设立餐饮事业部。回归到家乡，开设美式的餐酒馆大鸟厨房。伊的营运方式是用无限时的用餐，为嘉义地区占地面积上大的餐酒馆。采开放式的吧台，烘焙区啊有厨房，座位区会使容纳大约是80人。除了供应各类的调酒以外，也结合大鸟酒厂的生啤酒，啊有自家代理的葡萄酒。餐点拢包括手做的汉堡、三明治、鸡物、咸派、甜点等等。料理是全手工制作，面包嘛由自家的酵母培养，并且烘焙而成，新鲜天然，吃了安心。最新新闻整理，陈明雄雄采访报道。This is a shakedown. Order up that beat just like it's takeout. Show me you got soul inside those new shoes. And you can rock and roll with an attitude. So good, so fresh,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